让你们见见大师的作品。我可烦的艺术就是有那种让人无语的震撼力。标准制定书，可烦可以用这个制定新的标准。好学生的标准，玩儿。等一等，我也想当班长。领导袖标，可乐只要戴上这个，就可以发号施令，成为同龄人之间的领袖。哥哥，我的小猫咪不见了，你不是班长吗？班长应该帮助同学的呀。我觉得我这画什么样啊？哟，什么呀？又出来了，看看没？获奖作品都出来了。哦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看这些画，跟我可烦的简直没法比嘛！哼，怎么着，可烦？这比赛你也参加了？那当然了，早知道评委这么没眼光，我就不参加了。那可烦，你画的什么呀？哎，二位今天非常走运，让你们见见大师的作品。咚咚咚咚。这有什么？哎，这就对了。我可烦的艺术品就是有那种让人无语的震撼力。的确无语。哎，你们再看看那个，就这个，获第一等奖的这画，这什么呀？完全没有想象力，对不对？肯定是个呆头呆脑的家伙画的，跟我这个完全没法比啊。他可烦，那是我画的。啊？行行行行，别生气别生气啊！我不是想说你呆，我是想说我呆没什么。啊，说我的话和你的话没法比，太伤人了。哎，阿伯，洋洋，哎，完，不是大头，你说我这画到底有多差呀？如果让我用一个字形容的话，那就是，拜拜，不是，嘿，哈。你也是个没眼光的家伙。啊！嘿嘿，哎，朋友们，给你们看一样好东西。哦，伟大的国王，这个等于等三千多年以来看到的最怪异的东西。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么可怕的东西？我说你们小精灵是不是都没有艺术细胞啊？还别说，等一等还真不懂艺术。但是根据地球上对艺术的衡量标准，我想可凡的画也是个灾难吧。凭什么用他们那破标准来衡量我的画啊？我可以，哎，等一等，你有没有好办法可以改变这些标准啊？有，倒是有，可是等一等吧，可凡乱用。没事儿，你想啊，我就是用它改变一些陈旧的规则，算是好事。好事，好吧。标准制定书，可凡可以用这个制定新的标准。哦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这个怎么用啊？就写在上面就行。哎，我试试。艺术的标准就以可凡的水平为标准。我去试试，我试试去。有没有人要这幅画啊？没有好学生的标准，玩儿、闹、懒、淘、笨，真不错。小喇叭，你看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看。起，先用针，先去送，送。你在学习？没有。你怎么就不闹玩就照学习呢？我就学习一会儿。一玩你就累，学习你就不知道很累。
这样下去你会成为三好学生的。可凡，你怎么就不能像可凡一样学习呢？他每次都不考试，不可但凡考试就拿零分的。零分，他可以成为你学习的榜样。榜样，我就说了。哎呀呀，好好玩，你们都不对劲儿了。对呀、啊。不知道为什么可凡就成了榜样了、一定是可凡在捣鬼。出成绩了，恭喜你又得了零分。又是零分、可凡、这是你连续第10次得零分，破纪录了。可凡你简直就是天才、哪里哪里哪里，我提议应该为可凡的英勇事迹鼓掌。我真是喷天上去了。这不想动，可凡怎么样？要不你帮我改改？好好好，好吧。这给我吧。开始了，准备好。弯月牙，挂天钩，小星星在招手，在招手，怎么样？太厉害了，你改的好好听啊！我可凡那就是艺术的标准。哥，我们来比赛放风筝吧。去，你等等。这样就省事多了，我真聪明。小明，那个把风筝拿过来吧。给你。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。来了啊，来吧，别吓了啊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哇，哥，你怎么这么会放风筝啊？可凡，你太厉害了，风筝一点都没飞起来。那当然了，我就是这么厉害。小明，该轮到你了。好吧。我要输了，要输了。可凡，你太厉害了。那当然，这个书实在是太好用了。没事吧，没事吧，哥，你怎么站这儿了呀？你会不会骑车呀？我会啊。你有驾照吗？有啊。你有驾照会骑车，就这个水平啊？我这技术是最好的，按可凡标准练的。哥，怎么喷天上去了？可凡的脸胖成这样，得了，这不叫胖，这是肿的。可凡太可怜了，善良的哎呀呀看不下去了，呼噜呼噜呼。哎呀，真棒！哼，等一等啊，说来话长啊。总之，你先给我请个医生嘛。你看，嘿，疼死了。没问题，等一等，请的医生一定是最好的医生。最好的，最好的。哎呦！医生，快帮一帮等一等的朋友吧。没问题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船错了，这不是医生，你看还有锤子呢，你看他那工具。放心吧 ，OK 帮可是精灵国最好医学院毕业的。来吧。等，医生，您确定这么治真的是对的吗？这可能是错了吧？啊？先等等啊，呼噜呼噜呼。OK 崩先上网找一找这可凡的病到底怎么治啊。真是喷天上去了，你不是最好的医学院毕业的吗？当然了， OK 崩可是精灵国连续3年最低的分数，以最调皮捣乱的优异成绩免试录取的。真是喷天上去了。等一等，赶紧送客。终于走了，刚才差点让他叮叮叮给我搞死。哎呦，这不都是可凡自作自受吗？
要不是可凡随便的把好学生的标准改动，能有这样的医生吗？我也不想这样啊。哎，等一等啊，要不这标准制定书你就让它作废了吧？这个世界的人都跟我一样的水准，真的是太糟糕了。哎，好吧。看来可凡要是想被大家认可，全得靠自己努力喽。是啊，朋友们，不好了！不知道中午是在外面吃的饭，不知道的肚子好痛啊！陆一柳，球球都不跟我玩了。不是不跟你玩，我妈让我4点半之前回家遛狗。切，我才不信呢！哎呀，打你呀！这份给我行吗？不行，我那边给你的话，你那边的厚度就比我这边多了1毫米，行不行？那你这面饼还多了呢。哎呀，那好了啊，这样，哎，不对，如果这样分的话，差不多得了。哎呀，不行，如果你那样的话，这边的话，这样分。静静，这样呢还？怎么回事？集合！他不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立定！统统过来！你俩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最近都不陪我玩，原来还陪我玩呢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妈妈让我4点半之前回家遛狗。这个好办。彤彤，你先陪萌萌一起回家，把狗给牵出来，然后再一起把彤彤送回家，刚好把狗给遛了。对呀，我们怎么没想到？那你们先走呗。啊，走，回来。我叫他们走，没让你们走啊？扣2分。别，走，不等了。那你说说你怎么回事？大明，就是我们两个人一人凑5块钱，一块买了个汉堡，现在不知道怎么分才最公平。哎，你要知道啊，公平的分很难的。你看，如果这么分。他这边的厚度啊，就比我那边多1毫米。那我接下来他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好办啊！来，他干什么呀？现在剩下的面包片，你俩一人一片，这不就公平了吗？这，欧老师，定。老师好。好，你俩越来越有学生样了啊！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回吧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班长干得越来越好了。老师是您教导的好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。好。可乐，嗨，今天值日做完了没有？没呢。没做完，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哎呀，你看我这不是在检查地板肮脏度吗？行。工作态度不够端正，下周的值日还是你做啊？怎么有意见？没有。哼，呼噜呼噜。哼，不知道觉得可乐受欺负了？假惺惺啊，假惺惺，不要仗势欺人。不知道。哼，你敢？我可乐，让他走，要不然的话，扣2分。哎你看，不知道，这不知道吗？不知者不怪，你就放了他吧。这还差不多。不知道为什么可乐会怕。你看见他手里那个本了吗？看见了。那个是专门打小报告用的，告老师，请家长。哎呀，不知道那有什么关系？老比，你不听他话，就不让你吃花生酱。太可怕了吧！求不知道也没有办法。不知道你最好了，求求你了。哎呀，好也没有用，不知道真的没有办法。呼噜，等一等。不知道，逃避打扫卫生。哎呀，脸花了。等一等，快帮帮可乐吧，可乐被人欺负了。可乐怎么了？等一等，我也想当班长。什么是班长啊？可乐，为什么想当班长啊？不是说当国王吧，
就是想当几天班长过过瘾。嗯，这个假惺惺啊，他太可恶了，总是叫我做这个做那个。嗯，我就是想像他一样。啊？什么样啊？嗯，就是别人都听你的。哦，可乐真的这么想的吗？嗯，好，可乐只要带上这个就可以发号施令，成为同龄人之间的领袖，周围的人一定会服从，绝不会抵抗。嗯，真的？哎，带上。嗯，真有这么神奇？太厉害了吧，等一等。当然啦。哇，可乐这次厉害了，伟大的领袖诞生了。哎，好，现在就要去试一试了。好，出发。大米啊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嗯，这个奇怪。可乐，你在这儿太好了。你知道吗？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带来了寒流，让大家都生病了。现在大家都请假在家。啊，那为什么大米在这儿呢？大米嘛，大米是因为身体强壮，扛得住。哦。由于大家都不在，作为班长呢，要肩负起职责，所以呢，室外的卫生区就交给你了，没问题吧？那好吧。嗯，还有啊，这个书啊，你要带到教室里。还有教室那个黑板呢，要仔细的擦一擦。还有这个地板，认真的左啊擦，右啊擦，擦干净。还有关于班会的策划案，你要认真的写完交给我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吧。你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信任，你要做一个最棒的班长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来，耶。那好，加油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可乐，我得了啊，受到表扬了吧？哼，别愁眉苦脸的，不然都听见了，欧老师夸可乐是最棒的班长，可乐真棒，不打给可乐不鼓掌。哎呀，不知道把大米变哪去了。这不知道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可以把大米再变回来。看来大米去了很冷的地方啊。不知道，快给大米解冻了。是。报告班长，我难受。你发烧了。啊，那不知道把大米送回家吧。快去快回。嗯，走大米。那你找我来干什么呀？你帮我找。这事儿你得找警察叔叔。你不是班长吗？班长应该帮助同学的呀。我不是班长。那你为什么还带着袖标呀？喷天上去了。来，小猫找到了。小猫终于回来了，谢谢哥哥。没事。可疼死我了。可乐。菲菲姐姐。听说你当班长了是吗？祝贺你哦。菲菲姐姐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呢要参加一个童装设计大赛，找了三个模特。然后呢？可惜他们的形象、气质、资质条件都不够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来找你了，你是最佳模特。啊，喷天上去了。新鲜的美梦好诸多，甜甜蜜蜜你不能说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呦！可乐，哎，可
乐，不是当班长的吗？怎么这样了呀？等一等，这个小朋友怎么摘不下来呀？啊，等一等看看。这个袖标啊，设定时间了，设定了一个礼拜。不过呢，现在可以摘掉了。你看啊，哈哈，好了，我这辈子也不想再当班长。难道可乐没有支配别人吗？我不但没支配别人，还把自己支配的团团转。可乐，可乐，快点，再找到你了，这是什么？你们都同时康复了。谢谢你啊，可乐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你辛苦了。可乐，你真是我们的好班长，我们班被评为优秀班集体了。对了，我们刚刚投票表决，认为你可以继续担任下一位班长。向你们告别的。小白要去哪里啊？从此以后浪迹天涯。在妈妈的世界里，一个小时等于一年。救命啊！哎呀，周末也不能没有人啊。到底他是你儿子还是我是你儿子呀？你怎么又吃你弟弟醋啦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不知道中奖了。我最近甭管走哪儿都会碰到特别倒霉的事儿。